当迷你世界遇上超级英雄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快戴好你的耳机，要开始啦！想要蜘蛛侠的网，想要天使的翅膀，想要坐在蝙蝠侠的超跑里面聊过往，想要成为超级英雄去见见美国队长，穿着钢铁侠的战甲感受科技的力量，想要超人带我飞，跟雷神喝一杯，想去亚特兰蒂斯海王他在我后面追，想跟毒液熬个夜，绿巨人当我教练，还要拥有斗战胜佛他的72个变，想要蚁人的身高跟黑豹玩个躲猫猫，想要哆啦 A 梦他的口袋当我的书包，想要古一教我法术去跟博士过过招，想给黑寡妇的性感嘴唇擦点润唇膏，北极星夸我真棒，喝完词弯弯说唱，惊奇队长惊奇的发现我比死侍还要浪。哎呀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跳舞真是累死我了。是不是有小伙伴想知道怎么让角色跳舞？今天我就来教一教你们。首先我们进入定制库，点击已拥有，选择一个定制装扮，点击动画，选择舞蹈就会开始跳舞了，然后点保存就会自动在地图里跳舞了。小伙伴们学会了吗？Oh my god! Wow!